同大家分享咧，我哋领养咗呢只新嘅狗狗啦，我哋全家人咧都好开心，同埋好期待呢一刻嘅。咁佢未翻到屋企咧，我哋咧已经帮佢谂好咗咧，改佢叫咩名啦，同埋同佢增添咗一啲嘅物资。今次系我哋第一次咧领养狗狗，希望佢能够喺屋企同我哋相同狗狗相处得嚟啦，亦希望佢可以适应新嘅生活。我亦好。多謝阿老師的付出，做義工真的不容易的，因為沒有收領養費用，而他們也是真心對狗狗很有愛心的，救了不少的狗狗，除了提供了食物，亦為受傷的動物提供了治療和照顧。除此之外， ARC 亦對領養申請非常認真的，要領養的家庭考試評估他們對小動物的認識，提高了領養的門檻，對小動物來說就可以寄予它的終身的家了。